全部剪了很多的辫子，还在还没睡着的睡不着的狗的一样。
ダメだよ。ダメ。ダメダメ。加油，可以重复性投票的。我不教，我教吗？觉得我加的扣扣六，觉得我不加的扣个九。我先扣九为敬。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但我忘了。
真的吗？是骗我？该问的别问，家小问。
毽子你也信？是坏女人呢。啊，我才不是坏女人呢。说直播间怎么这么多骗子？对啊，你宁可相信主播，相信骗子，你都不相信主播。
今天这个衣服不好看，我觉得这件衣服超级好看啊。今天的衣服超级好看生了二胎，那你悲伤什么？你可以跟他咬吗？你生三胎，
侧印高跟鞋，口耳的堵。不解释。一是高跟鞋，二是有没有直播间解释一下二？不能解释。是看不到，就不能有一个那个什么吗？反转吗？只能扣一个一呀，一个一，一个二，只有最后30秒了，一个一个。
真是服了你们了啊。牛啊，太牛了，家人们，强行搬回来了。哼，再累也记得要奖励自己。好啦，高跟鞋，好久没有高跟鞋了。埋埋，你小子在搞什么飞机？Thank you.
社交属性的哥哥。首先哥哥跑上去看一下后台消息，注意身体。鞋底如果脏了的话，就会让他感觉到很开心很兴奋，感觉这人十有八九是变态。论文哦，因为我也是变态。
是什么意思呀？
机器放在这里，这样出名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怎么样？ございます。
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自己退了呀，宝贝？你是不是退群啦？还是说你本来就没有加群呀？你说的是哪个群呀？不是刚才那个哥哥找我一下售后问题，售后问题啊，售后问题。你们有没有关注我的微博啊？没有关注我的微博的，记得关注一下。阿三哥哥，上海的哥哥你在吗？上海的哥哥你在吗？还没有压满呀。
叫妈妈。请叫我什么癖好啊？别光身将照顾的哥哥，记得点一下我的订阅，一本魔法书，舒服的哥哥直接上一本，有条件的哥哥直接快乐一下，好支持一下主播。还有两张改名卡，然后呢？
我有点记不住了。有没有哥哥？
快乐开心一下的，支持一下良心主播，只要一本书。
身，如果连早起一下的话，整个一天都废掉了。想早点想，感觉大家都睡着了。没有睡的，我们来统计一下没有睡的有多少人啊？
好困呀。为什么？我感觉我的技术，我真的觉得我的技术很好。我每天跟我自己助眠，我就会觉得太大妈困了，所以每次我就觉得我技术真的很好哎。谢我屁屁刚刚的魔法书，你要送魔法书，人家可就不困了。哥哥，阿郎要亲我们的，哥哥超爱你的，人家这就不困了。送一本魔法书的哥哥，超级开心的，告诉你哦，不后悔哦，不会后悔呀。兄弟们累了就去睡觉吧，你怎么不说埋埋老婆睡？困了就去睡觉吧。哥哥看一下，小心哥哥。倒立的。我直播这么绿色健康，你别瞎编呢。我直播是绿色直播间呢。你说的我听不懂。你要说魔法哥哥，那就那样子。你一个没有送过礼物的人，你说我绿色直播间，咱们就是说有条件的董哥可以送一本魔法书，北往深江镇户吧，订阅点一点。哦，哥哥，哦，订阅点一点哦。你才不会送我一号呢。你先送了再说。你骗人。
今天有一个哥哥送了一号，他不是喜欢我的脚，他喜欢我的舌头。那你先送了再说。今天有一个粉丝，他喜欢是我的舌头，他说我的舌头特别的性感。发现喜欢我的怎么多少都是有点不太正常，是我不太正常吗？玩的就是变态哦，玩就是闲。主播江苏，主播在江苏。现在居住在江苏苏州啊。苏州，恶龙咆哮。
注一下我的微博，没有关注微博的记得关注我的微博。我的微博有关注吗？还没有睡觉的，把你们背包里面的牌子刷给埋埋，三个火疗就可以有灵气的粉丝牌了，好吗？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